贷款不足，当时贷给我们。当时贷款的时候不能超过一百万，超过一百万也只能用一百万来申请。他是这样讲的，我可以。哦，跟你外济，你家己是外济？我做十几年啊，那跟那第四个结算费是二十几万啦，你是二十几万？你是拿二十几万，甲政府即马要用二十几万来甲你出场费，加上加利啊，加百分之几的加，历史啊再加下去的，还有加利息，对啊，加下去比我们要做借的钱还比多了，啊，搞加利息，那利息是加多少？哎，利息说还要加利息啊，利息是加多少？利息要借多少？说借的钱还要连本带利拿回来的意思是吗？啊，利息是用多少算？多少哦？嘿，我忘记了。你忘记了？三十一万大概要还四十五万。三十一万要还四十五万。啊，多少利息？你们知道？二十趴利息。二十趴利息，违约金1万块。我们有一个贷了24多万，然后去到那个支付命令，马上去还，还了36万6。还了36万6，啊，借24万。借24万。哎，还了36万6。哦。那你说是20%的利息哦？哎，对，20%的利息。它不是高利贷吗？对啊，你看我们的政府啊，不输给那个地下钱庄的啦。真的是20%的利息哦。对啊。哎，不是向他借的，他叫我们去拿的。他叫我们去拿的。不是你去借的。不是。哎，代位球场，他说代位球场啊。哎。他是代地老板给我们啊。追老板啊，结果16年后追不到啊，又来追这些劳工啊，然后还要跟你们要利息。对啊，要利息啊，还有违约金啊，还有违约金10000块啊。三重市政会，听起来很可怕呢。跟地下钱庄没两样啦。那你自己是借多少钱？我是188008块。那结果现在要为什么会有八块的？嗯，不知道。那也是照我们以前在光叔住了多久下去算的，为什么又有零钱？每个人都买有零钱，跟这一集也有关系的，比较高阶的。哎呀，领多钱就最多了啊，还要看年租住的比较久的，像他们都快25年了，还要考。那你最后你说借了20万，18万8块，好了，18万8千，那现在要跟你要多少？现在我去还的话，可能要差不多将近30万。哦，三代该借了2、3的，哎呀，一朵五月两三的呀，叫那个借几利息？哎呀，啊，叫死了，那几千了，我先生的工没有钱了。没有给你钱了，我非常你只有6万，他拨100万，好像就6000还是几千给你。啊，我们给他说是政府欠我们的，要他南汇雷万的告诉他不要，要你签名，还有保证人说不会跟你们要。政府就是形式而已，你们就签一签。还有那个就这样骗我们的，他的劳工多欠钱哦，这个签了。所以这样平台很多了，还真的人家都相信政府了。我当记者，我当你记者，这借位比较高的，欠最多的。哦，那你一天都100万了？你现在已经走了是吧？我们要100万的，跟那提拔器不然的，今天没有去的，挑起来是吧？起来是挑起，是什么时阵？啊？什么时阵去的？什么啊？你都去几个挑起？91年就死了。91年的人。三组书生会。不是现在才跟你们要钱吗？50年的，我们已经抗争十几年了。啊，你们抗争十几年了。
是现在一波要赶走，看你嘛想买啊，十五年才开始紧急要走，不过来再走啊。到了十五年，他不逃的话，哈，就过期了啦。以前那是有二铁轨，那个也是我们科技家的嘛。对呀，国家变大。对的，你我每天的我没有在这家上班，我是我先生正在打工啊，政府就讲，我要给咱做哦，讲节省一年，你就去找恁孙啊啦，来给咱签签，找阮外家去啊。所以我找人孙啊，讲今麦打工我闲。啊，都爱行啊！讲恁欠人也无人来甲恁讨，我讲啊，都去用骗你啊！政府骗我，我就袂输骗恁，其实我无骗你啦。我真正无欠政府钱，啊，食个老拢唔捌有花意，唔捌有花意，三天就掉迄个花意。政府失职，政府今嘛食个老啊，今咪是咱落花意，花意拢甲你寄批来啦，出面隔壁仔你会气死啊你！是啊，那咧饲料饲啊，我即嘛饲料用咧发财。啊，所以阮囝哦，阮做家仔，阮囝支持我，伊讲带伊上到底，无摕着嘛要带去啊，要做只干炒。如果你妈妈若暗时要出去困，阮少年来出来，你是妈妈的。好的。